让漫画更精彩，熊熊动漫解说。鬼杀队的送鸭们平时都待在哪里？鬼杀队的送鸭有他们自己专门的集会场所，在那里他们会热烈地谈论自己所跟随的住或是对事，谈论的焦点包括一些值得骄傲的地方，以及对最近一些事的抱怨等等。顺带一提，鬼杀队中真的只有善意那一只麻雀，除此之外全部都是乌鸦。快投币，快投币，快投币！一黑是什么时候对蜜梨产生感情的？一黑对蜜梨其实是一见钟情，由于蜜梨实在太可爱了，所以一黑差点被吓到，当时就连滴丸也陷入从未有过的混乱，不知为何他竟然当场咬了一黑一口。至于一黑为什么送蜜梨袜子这件事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蜜梨觉得穿这样的队服很难为情，所以一黑就买来一双长袜送给他穿。谢谢大家能来视频里支持我们。少跟他们说点话吧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其实他们给蜜梨的视频投过很多币。这样吗？那这次就饶了你们，记住以后不要再跟甘露寺说话了，听见没有？